这样你们真的成长很多，然后从一开始还不太放心，到我们现在都很引以你们为傲。那也许你们过程中会觉得很累很烦或是很穷，那我想说你们成功了，也相信你们有感受到这两年的进步，然后和社团朋友们的酸甜苦辣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回忆。那陈帆辛苦了，准备退休咯。恭喜你们成发顺利结束了，相信你们这两年来应该有很多美好回忆。学测结束之后要继续跳舞，然后继续喜欢跳舞，学测加油。就是学妹们进步很多，然后现在可以完成很多之旅，真的很为你们高兴。然后退休快乐，之后学测就要上，然后加油，继续跳舞。嗨，学妹，恭喜你们办完成发啦！从高一到高三是你们的现在要认真读书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。然后希望你们之后还是可以保有一颗喜欢跳舞的心。退休快乐 ！Hello， 学妹。我觉得你们每一次表演，一次比一次都要更辣。很棒，然后恭喜你们办完惩罚，然后我觉得你们的惩罚照跑团，然后退休之后要好好读书，加油！退休快乐！退休快乐！学测加油！嗨，学弟妹！嗨！ Hi. 恭喜你们完成惩罚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就是希望你们在这一年有尽情的跳舞，然后尽情的玩，然后也有学到很多你在社团才能学到的道理。还有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就是看你们从高一那时候体力都有点不行，然后到现在可以独立完成一场惩罚，就是你们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我们也都有看见，辛苦了。然后接下来就要认真的准备学测，然后学测。考得好就可以安心的回来跳舞，拜拜。哎，嗨，学弟妹，恭喜你们惩罚成功，这一年来辛苦你们了。希望你们都有因为同舞，然后更喜欢跳舞。然后，接下来你们就要把重心放回读书上了。那祝你们学测就上哦。嗨，学弟妹，就是呢。我觉得看你们从高一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喜欢跳舞，其实看起来蛮开心的。然后看你们从同舞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，然后很多人就是跳舞其实进步蛮多的。然后希望你们在今天这场惩罚里面你们都参与的蛮开心的，然后也很享受。希望你们之后高三的时候也可以认真读书，好好考好学测，就可以赶快回来跳舞了。恭喜你们可以成功办惩罚，然后呢，这一年来你们进步的很多，你们都很棒。然后办完惩罚之后就加油学测，辛苦你们了，祝你们学测就上，学测就上， yeah! 很棒，辛苦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首先，先恭喜你们。办完惩罚了，然后不管你们在筹办的过程中间有什么误会或者一些小摩擦啊，这些都会对你们有所成长，而且你们到时候回想起来也只会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，所以好好珍惜现在你身旁的一群朋友。你们一开始决定选择这个社团大部分都是因为喜欢跳舞，所以不要因为惩罚办完、干部交接完而觉得难过，你们还是会因为喜欢跳舞而聚在一起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先休息一下，想必你们在惩罚前的几个月一定很累，休息后再好好收心，开始读书也不迟。希望你们在这个社团里面不只学到跳舞的知识，学会分工合作、责任感、与人沟通等等等，这些都会让你的高中回忆更丰富多彩。恭喜你们办完了，辛苦。学弟妹，恭喜你们办完成
然后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从我们看你们还是笨笨的小高一，笨笨的小高一到现在，到现在已经办完成发，是快要成为累神的高三了。那希望在社团的这两年，带给你们除了跳舞的知识之外，还有让你们学到更多，不管是沟通合作，还是更多处事的道理，不管是从你的同侪身上，或者说老师学弟妹，希望都可以让你们未来有更大的成就，然后不要忘记这两天度过的时光，然后跟你的朋友好好相处，因为高三读书超累，所以好好把握你这群朋友，你们之后一起读书才不会那么累。然后我知足常乐，我觉得你很细心很棒，然后做事很贴心，对我就没有后悔之理。然后希望学弟妹学生就上，然后考一个好成绩，耶！哎，还有，当下你暑假辛苦，公关要接很多，然后还要就是因为疫情，所以还要用线上的方式在做，就是更难主持，辛苦。然后。我是觉得你很辛苦了，就是你还要编舞，要跳舞那些的，我知道其实这些都很累，而且你要顾的人其实比我还多，就是你的那个时间掌控之类的要更好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棒。一直都我先跟你道歉，我一开始分组就把你分这一组，然后就是自从接干之后，你跟我讲，就是不管你有困难还是什么，就是我觉得你没有说什么没有资格当市长这种事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很负责很认真，就是我不会后悔把市长接给，而且我觉得你这年当的，还有。你们千万不要看中，有够可怕的！他女主角名字叫陈乐彤，没了。